台湾小麦作为面粉，不能用木材烤干的冬天片，我是面当还能唔拉普片，所以去年小麦可以做农酒团，使得全国高市工会的总联合会合作，举办全国台中站高了各种节从节陪伴比赛，参赛学生填出一种台湾小麦作为面粉，然后台湾菜田试出来做饭，除了推动市住高住，也希望透过安慰比赛，将暂定的台湾小麦收入本很多的后生学生的认识。印度年来台湾人因为因好吃面包，不过一下是面好面包店，大家都会用进口的麦粿做给面粉。台湾的麦粿将会比例贵台，主要的原因除台本钱过粗，以本身的性质没毛麦粿相同。台湾的小麦呢，它的筋性比较弱，所以它不太适合每一种面包都能够做，所以它要比较适合的，像我们做一些软欧啦，哦，做一些甜面包啦，这个把台湾的一些特色面包表现出来。那么进口呢，小麦它的种类就比较多哦。那么像我们的吐司来讲，我们有那个拉丝咬劲的感觉，那个就是只有进口小麦才有办法。同进口的麦粿类比，虽然表唔让人，不过伫台湾还是有人会出现伫嘴讲去做麦粿，用唔用标靶，唔用除草剂，还加农药同化学肥料，安尼对友善环境的方式来种，希望富裕本土的产量。韩国希望透过教育课程同分配比赛，来发扬台湾的麦粿有菜籽，唔会基因改错，还加贵企业上面提醒。其实我们在推动台湾本土作物的这一群人，不管是教育端或者应用端，它才可以真正深化在土地里面。那这样的深化其实不会让孩子未来在面对价格跟价值选择的时候，其实他会很能够中流砥柱，能够撼得住他的位置跟角色。有时候会花一节课，就是说让他们去揉面团。那从所谓的进口的这些小麦跟台湾本土的小麦，你去揉，用相同的粉量，然后相同的水量，你去揉，应该就会有不同的感觉，让他们从这当中去做分辨。在制作上来讲，会比较有一点挑战性，但是他们如果会了之后，他们会很开心。是台湾我们的洛神，也是用台湾麦粿作为有主色的面包，吃起来的果香啊，还加料，也是用台湾的菜籽食材，口口声声就是台湾面包，也从比创意丰沛比赛，为学生的建筑建好，每了解色彩的提升，进一步来推广台湾的五谷杂粮，希望向韩国多年强化来支持友善菜田的农业。下个新闻，请有者陈心怡特别报道。